我一会儿从哪儿进圈啊？天，往哪儿？往哪个点？这边都是人多很少的，咱们跳的时候13个人，下成4个，然后咱们4个，这几个没多少人。我靠，那高楼抽了我2枪，双拼那楼顶好像是有人的。稳忒不大。 你要配件吗，小老板？然后你看你要配件吗？配件，拿个木头。有没有枪屁股啊？有，他这全有。枪屁股，我给你带枪口，枪屁股。我小样我可以分，我小样，2根针还有纸团。OK， 我来一个纸团。 OK，这边应该是都没人的，西安这边。这边应该是都没有。去这个迷宫楼浅摸一波，这个圈很慢，咱们一会儿对。刚才有点冒险了，我。其实你们可以直接去这个炮楼也可以，其实。目标这炮楼其实你可以的。我浅摸一下这个。这比赛应该没有那么。 没有那么快钻圈吧，他们圈这么慢。我这好多烟雾弹跟油啊！捡不下了吗？捡不下，我来捡。嗯，我有8颗盐，我这楼里有桶油，有个烟什么的。那我去换那个破猛，我把这跑特换，起不太慢。小心右手，右手应该没人。嗯。他那个双色点还在。 来了，把屁股扔枪口给你。这里，物流子弹。是有多的倍镜吗？这倍镜，我来给你。来来来，我没有枪。我没多的。给你个3倍。再扔一颗烟在地下，扔一颗烟在地下。OK。我这里有物资。饮料我能分，饮料很多。来，地上3倍镜。头上还有止痛呢，可以拉。给你根针。嗯，我把这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走吧，我们去炮楼看看吧。先去炮楼。 先拉他对面，2枪，2枪还有止痛。其实你们要去前面这个房区也可以，你们有球的话，我看前面还没枪呢。前面这房区，等一下，我刷一下，是不是有个车啊？有车啊，别去前面这房区，有车，2辆车。OK，看到了。去看那个炮楼吗？还？从左边能看到炮楼。 看一下左边山顶有没有车。嗯，我去看，瞅一下，但是没看到。然后看一下对面炮楼，炮楼没看到车。没有。